喂，对吧？啊，最近生活费没有了。啊，生活费不太够了，要打我一点吧。 你吃了没？没呢，我好饿。那要不吃食堂吧？那行吧。好吧，那我先去上个厕所。 那我先去外面等你。好的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系个鞋带。 我怎么知道你的卡在我这儿？我卡还能飞到你口袋里？等等，你这是什么？给我看看。没什么，拿过来。这不是我的卡吗？你他妈怎么偷我卡？我拿错了。哼，别以为老子没钱，老子吃外卖了。王总，借我点钱。 喂，王总，您先吃饭了，借2块块。